特别喜欢这个。战争要爆发了，这里面有几个猫？现在有两只，看一看。看看，三花儿进来了，加菲只想吃，铁蛋儿加菲只想吃，瞅瞅，看看可能玩了，康康是那个活跃分子，他可喜欢这些东西了。哎呀，没在这边，在那边了。你瞅瞅，已经疯了，都给三花吓的。布布在晒太阳，这屋可暖和了，比我家都暖和。布布在晒太阳，可淡定了。小房子，大口连马儿吃。瞅瞅加菲吃，铁蛋儿这个嘴吃的可费劲了，铁蛋儿，哎呀，又吃苦了。啊！三花得掰开才能吃啊。我都快吃了了。啊，今天你们大快朵颐，这个新到的，你们就大快朵颐吧，明天就都得搬到凉里吃了，不能一人一根儿了，咱们条件有限，是吧？得感谢偶像主人的粉丝们。